小鸡，十二点呢、啊。佩玲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特地来等你下班的。罗平啊、本来买了两张票请我看电影的，可是我突然有事不能去了，所以呢，我叫你陪他去看，免得浪费票子嘛。就我一个人，上车吧，上车吧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哦，信任你嘛，罗平啊，你好好招呼佩玲姐啊，时间到才可以回来啊。拜拜，好好玩啊。哎，喂，就你跟我去看？是啊，是啊。哇，好棒啊！啊，肚子饿坏了，快切蛋糕吧。哎，来吧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先许个愿，吹蜡烛之前许的愿一定可以实现的。是。好。哎，快切蛋糕吧，肚子快饿扁了。来来来，帮忙帮忙切。饿坏了。哎，你刚刚许个什么愿呢？我的愿望是姐姐，姐姐，李琼，姐姐，李琼。她是谁呀、啊？我的小妹呀、啊，你瘦着没有，姐姐？我们特别选今天回来，知道姐姐生日，一定不会骂人的。对不对啊，弟弟？孩子。对了，各位，吹蜡烛之前我许了一个愿，就是希望丽琼快点回来，没想到立刻就实现了。我说一定灵嘛。我们已经正式结婚了。哇，我已经找到了工作，可以养得起丽琼了，大家放心吧。了不起，好孩子。姐姐生日快乐。啊，谢谢你啊。我们切蛋糕吧。快切蛋糕吧，肚子饿死了。来来来来，请随便，不要客气啊。让我来。怎么不吃了？看完电影已经吃四顿了，还不够啊？早就够了。可是时间还不到啊。什么时间没到啊？我们去喝咖啡吧。我现在饱得透不过气来，还喝咖啡？那就多坐一会儿，休息休息。好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对，上完洗手间可以再吃一点。先生，请问哪里有计程车啊？哦，一出门口就有。啊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，我好累，不跳了。好，不跳不跳。我跳。哎，来。哎，佩玲姐。
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？你那个罗平啊，就知道吃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上楼去，快去睡觉啊！玩玩吧。老饼，佩林还没回来吧？哼！喂，现在才几点钟啊？你吃撑着啊你！叫你办点小事你也办不到。如果今天丽芳姐跟她男朋友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唯你是问。哼！喂！吃力不讨好。妈，哎，来，给你。谢谢。雷兄，多吃点啊！啊，丽芳啊，过来吃点东西吧。哎，是啊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我看他也快来了，如果现在吃了，待会就吃不下了。你们慢慢吃。